黑龙是古代人创造出来的兵器，而他正利用那股力量将魔物们变得凶暴。嗯，我确实发现那些魔物比以前更加变本加厉的肆虐了。我也发现了，难道你叫我和这个牧师联手？我也不是很愿意，好吧。话说，那位精灵小姐可不可信呢？我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内尔文可是代表精灵们来的。这些都不重要，大家今后将是一路并肩作战的战友，以后慢慢的互相了解便是。我很感激各位能在百忙之中响应王城的召唤而来，我看大家不如重新听听王城方面的意见再做打算。好，知道了。你脑子还清醒不？竟然要和人类还有精灵合力去对付黑龙，咱们俩跑去灭了他不就行了？如果没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生灵的相助，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战胜黑龙的。他们只会变成我们的包袱，我真无语了，你怎么偏偏是这副性子？我只想做到最好，不希望自己后悔。哼，这情况已经足够让我后悔100遍了。